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数据称，2023年11月，中国在国内航空客运方面表现强劲，同比增长272%。数据显示，去年11月，全球国内航空客运量同比增长幅度为34.8%，全球国际航空客运量同比增长26.4%。